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做一个乌克丽的教学。那今天的教学我主要是以 Justin Bieber Baby 这首歌来做讲解，这样。那我主要是可以提供一些新手啊，可以弹唱，然后在节奏的刷的方面来做一些教学，这样。好，那这首歌呢，主要是用了四个和弦，那也是我们说的黄金十二弦，所以在一开始学乌克丽或是吉他都是会用到这四个和弦。那我们第一个和弦是 C 和弦， C 和弦。好，那第二个和弦是 A minor。好，那第三个和弦是 F。好，那第四个和弦是 G。那可能会有人问说要怎么去做一个弹奏的演出？那因为这首歌比较有节奏性，所以我们需要在弹的时候加入一些打板，或是加入一些击弦的动作。好，那这种动作是一个人的喜好而定。那在歌曲里面加入打板或是击弦，主要是可以让这个节奏性比较明显一点。好，那我稍微示范一下主歌怎么刷。好，主歌就是这样，下上打上。好，再一次，下上。拍一下侧面给大家看，下上打上，或是你要说打板也可以，下上上都可以哦。那副歌因为它比较有旋律性，所以它的拍点比较满哦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刷得太空，不然就整个好像落掉的感觉。好，那这个刷法就有点跑马的感觉哦。那我们就是下下上下。刷快一点是下下上下下上下下上下，好，再一次慢一点，好，来一次侧面，baby, baby, no, like bab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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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